崇尚科学，追求真知，挑战自我。大家好，欢迎走进李文杯书香满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裙子姐姐，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李文杯书香满校园栏目要特别鸣谢香港国际世家文化中心李文造纸有限公司的友情赞助。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的是总决赛小学组的比赛，接下来有请我们小学组决赛的四支代表队入场，有请。决赛环节分为五个比赛环节，分别是必答环节、抢答环节、自主环节、互动环节，还有终极 PK 环节。各代表队的基础分呢是100分。好的，下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比赛环节，第一个环节必答环节，请一号代表队看大屏幕。最早的纸书叫什么？请答题。卷轴或卷子带。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恭喜我们的一号代表队加上10分。下一道题，文房四宝是指哪四宝？请答题。笔墨纸砚。我们一起来看看正确答案是笔墨纸砚，恭喜一号代表队加10分。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比赛的第二个环节，抢答环节，请看第一道题。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出自哪位诗人之手呢？ A、B、C 三个选项，请选择。准备，三二一，一号台返归。一号代表队为例一次，扣10分。该题重新抢答，各代表队准备。三二一，三号台抢答成功。三号代表队 B 王博选择 B，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B， 恭喜我们三号代表队加上10分。入今天比赛的第四个比赛环节，互动环节，请二号代表队派出两名选手到我们的答题区域，请选择题号。二号。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计时开始。左右一样。对称图形。加10分。最高的动物。长颈鹿。加10分。看我在干嘛？踢足球。加10分。一种猫科动物武松打的是什么？老虎。这样子干嘛？四个字。老虎拔牙。不，老什么？武松打的是什么？老虎。后面一个字。虎。干嘛？牙。看我在干嘛？拔牙。四个字的成语。老虎。过。我们有些同学距离远的上学要坐什么？汽车。很多人坐的。地铁。过。长白山上有。神山。长白山，长白山，老虎。对，已经对了。东北虎。长白山上有的一种植物。人参。对。加10分。最快的刀。激光。加10分。过。好，已经没有过的机会了啊。这里砰砰跳的是心脏。加10分。郎平。打排球。四个字。打排球。后面两个字。排球。对，四个字，前面两个字对了。排球，狼，排球，排球比赛。对。加10分。袋鼠。澳大利亚。加10分。有人生病了要送哪种花？菊花。三个字的。康乃馨。对。加10分。佛教圣地。峨眉山。加10分。幸灾乐祸。加10分。胡萝卜。胡萝卜丝。胡萝卜白兔。大的反义词。小。连起来。小萝卜。兔
子最喜被谁吃？兔子被狼。时间到。在这一个环节当中，二号代表队非常精彩啊，答对了十道题，加上十一，答对了十一道题，加上十一分，恭喜你们！刚刚到底是什么？下面我要宣布，李文杯书香满校园决赛小学组比赛得分第四名的代表队是一号代表队，来自郎田小学。获得比赛第二名的，获得比赛第三名的代表队是几号？获得小学组决赛第三名的是二号代表队，来自乐城一小，他们的得分是310分。获得小学组决赛第二名的代表队是几号？恭喜三号代表队获得了小学组决赛的第三名，他们的得分是320分，他们来自常来小学。获得小学组决赛第一名的代表队是，恭喜四号代表队来自乐昌小学的选手们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名，他们的得分是330分。请乐城一小的同学们带来舞蹈《功夫足球》，掌声有请。文杯书香满校园要特别鸣谢香港国际世家文化中心李文造纸有限公司的友情赞助。下面我们进入今天活动的颁奖环节，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总决赛中学组优秀个人奖的
选手，有请获得中学组优秀个人奖的十名选手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乐昌市教育局局长肖永健为我们中学组优秀个人的同学们颁奖，有请。乐昌市教育局局长肖永健为我们此次总决赛中学组获得优秀个人的十名选手进行颁奖。总决赛小学组获得优秀选手的八名选手移步到我们的舞台上，掌声有请颁奖嘉宾乐昌市广播电视台台长张继楚为总决赛小学组获得优秀选手的小选手们颁奖，掌声有请。祝贺他们，有请我们总决赛中学组的代表队获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名的代表队派出学生代表移步到舞台上领奖，掌声有请。恭喜我们决赛中学组获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名、第五名的各代表队，掌声欢迎我们的颁奖嘉宾香港国际世家文化中心郭兆明博士为我们获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名的代表队代表们颁奖。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好，请颁奖嘉宾移步到嘉宾席，请我们的小选手们移步到观众席，掌声有请我们总决赛小学组获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名的各代表队派出代表移步到舞台上领奖，有请。Thank you.
获奖的各代表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请小选手们和我们的领导嘉宾们合影留念。一二三，茄子，来，我们一起点赞好不好？书香满校园，乐昌市少儿百科知识竞赛到这圆满的落下了帷幕，让我们一起为此次活动点赞，一二三，加油。谢谢，恭喜所有的小选手，感谢所有的领导来宾，谢谢你们，谢谢。